大家好，我叫涂墨南，我是一个英语老师，但是我时常感觉其实我不太适合这个职业，因为我身上缺少老师一些比较积极向上的特质，我时常感觉我有点丧，而且我经常感觉我丧的根源就来源于我妈。如果说我是90后里比较丧的，我妈就是60后里他妈最丧的，就你从微信名就能感觉得到。就其他人妈妈微信名檀香深处宁静致远幸福每一天，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，没必要。AKA no need。 在我妈看来没有什么事儿就特别有必要。我说妈，我想换个发型。我妈说墨南啊，没必要。就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发型，而是脸不行。就你看你长得跟他们溥仪似的。我教的那个科目叫做 SAT， 也叫做美国高考，所以我的学生都超级超级的有钱。我也是给他们上课我才知道，就这个世界上竟然存在2000多块钱一双的袜子，就完全颠覆了我对价格的认知。你像我能理解一双鞋2000多块钱，一个包2000多块钱，但是他们一双袜子，有时候我都问他们怎么他们把貂穿脚上了吗。我学生有钱到考试都要去纽约考。有一次我们一起漫步在时代广场的街头，我学生看上了一辆人力三轮车，他说老师不如咱们坐上去绕他妈曼哈顿一圈。你知道纽约的三轮车有多贵吗？7美金蹬1分钟，我学生一口气让他蹬了他妈40多分钟。那个蹬三轮大哥还问呢，带着纽约人的傲慢说 Where would you like to go？我学生就回答了他2个单词，就彻底的震撼了他的心灵。我学生对他说 Go around。 大哥这趟蹬啊，蹬到汗流浃背，蹬到骂娘，蹬到都他妈站起来了。就是他这一站起来吧，我感觉中国人民站起来。最后结账给了他350美金，300美金车费，50美金小费。这又极大的震撼了我的心灵。我觉得我做错了职业上的规划。我就跟我学生说等咱们回到北京，老师就什么都不干了。老师也置办一辆三轮车，然后你再上下学呢，也就不要找别人。学生也挺体贴的，说老师啊，你这样会不会有点太辛苦？我说，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老师现在的生存状况。7美金，45块钱，蹬1分钟，你给我这个机会，我他妈蹬死你个小兔崽子！顺义去，我他妈蹬到那个轮子冒火星子是吧？我他妈蹬到我小腿像树墩子一样粗是吧？我他妈蹬到你家破产，让你也沦为一个单口喜剧演员，然后为了5000块钱的奖金参加单人原创喜剧大赛，然后我他妈第一轮就给你淘汰，进来了涂墨南。你关注谁呢？我关注你怎么的？你再点赞个试试，试试就试试。